福利是吧？不、哦、不、哦、不，你要把你的歌词献进去。行，好好好，来我让我唱完就头一句这个。嗯、我是谁？家内到谁？身强赛过了我李飞，君猫君赛过孟张飞，敢战发行。亮有不不不不不不会词了，亮有嘿什么啊？就是这样一个好，这歌词是你写的，是看错了。下边我下面第二个人，其实王文博唱歌很少人能听见，算是地震前兆。好，王文博，你是接下去的歌词，但歌变了。嗯，王力宏的唯一，是他不会唱，有唯一是吧？对，唯一唯一，你就是我的唯一。啊，预备开始。是走南闯北啊，是走南闯过北，岂知楚中有八岁，哦耶！长江黄河喝过水，河边茅地垒擒过贼。你觉得这样？看我是王力宏。好，这样一首情歌啊，对哪个女孩子唱后果都是很可怕的。对，其实王力宏唱《穷爱心》有他的方式。什么方式？是下雨人呀，风雨人心呀，有点那意思。好，第三位，来，关键我要把你这个《穷开心》的歌词套进你们之前的一首《我们能不能不分手》这首歌里面。啊的，你面容很憔悴，是满脸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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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今天就是比较快，今朝醉，为了不苦大声的叫，为了不烦大声的呸。哎，好，哎，也能套进去。对，我觉得《穷开心》这首歌词也能套进《我们能不能不分手》这首歌。可以啊，好，最后一个，我靠，高潮了。我们最后一位这个花儿花骨朵，要把这个《穷开心》的歌词嵌进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这首歌里。嗯，会唱吗？月亮代表我的心就那首，天不下雨天不刮风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哎，就那首歌，对啊。你们欺负他。月亮代表我。嗯，就你不知道啊？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轻轻的一个吻。李玟，第一首有李玟的事儿了。为了不哭大声泪，为了不哭大声吹。我这鼻涕比较高。来，姑娘今天买的有点病是吧？有点病，小三单了。然后咱们唱一下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高潮部分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小小的人儿啊，风声吹起啊，天天就爱穷开心，逍遥的魂儿啊，家不正经啊，嘻嘻哈哈，我们穷开心呐、啊。小小的人，哎，这不是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心更新等大等等等等等等。穷开心的歌词，这是哪歌啊？开心里，播一个，分一个哈，好，分一个，分一个，好吧，准备好了没？来推举一个人，然后我来主唱，大家一起来唱那个。那关于亲爱的啊，对，好，可以了啊。这首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三二一开始吧，三二一。咳嗽咳嗽咳嗽，这没吃那五片啊。这是歌词第一句是吗？来，一二三，亲爱的，啵一个，啵一个，啵一个。哦，那那红红的太阳，蓝蓝的天，绿绿。走这草原一望无边，我那最可爱的人在天。走天代表的是蜜语和甜言，亲爱的，奔一个，奔一个，奔一个妈妈，空留的青山，淡淡的烟，缓缓的河水流向心。天，你那最亲
上的人在眼前相亲。对蜜蜂真讨厌。你是谁脸蛋上面？亲爱的啵儿一个啵儿一个啵儿一个嘛嘛。晚逗你我逗你我就爱逗你玩嘿瞧。我们就是逗你玩的。是不是觉得已经接近崩溃的地步？没有啊，这个什么意思吗？对呀、啊，这说什么呀？小小子啊，对呀、啊，感觉他们受限制了，你知道吗？感觉没有没有问题啊，我们花园队啊，最近天天受限制，是不是？限制不算什么的啊。你有问题，你有问题就好，但是感觉四位还是真的，就是至今为止，除了张栋梁之外，好像没几个人能够顺畅的唱歌，对，而且调什么的都变了，嗯，所以哥四个还是非常厉害的，掌声鼓励。所以说了吗？明星不继续接触，不知道他是白痴是不是？张伟说，对，我们几个人我也不知道。那我们要说一下大张伟真正的这个音乐奇才的地方，嗯，因为呢，我们找到一首歌曲，它的名字叫《静止》，没错，大家听到的时候呢，都以为是杨乃文或者是张美琪原唱的。张美琪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张美琪，哎，张美条。自己是花儿的谁？我是花儿乐队的鼓手池星宇。啊，鼓手谁？池星宇，王文博他是啊。好，王文博，不要冒名顶替。饥开始了啊！预备开始。饥饿恶绰，然后维拉帕米，复方安什么安分丸、非凡安胶囊。然后马来酸伊纳普利胶囊，好，这我跟你说，巴西米尔德完全不是绕口令，这是认字单元。这字太难认了，而且很下面是花儿乐队的谁？大家好，我是花儿的吉他手石英宇，我这个非常简单，人参。有这，人参当归误记可不是。我这个好，铺阵铜片。不对，是铺垫。铺垫铜片。没错，不要气馁，不要气馁。我实在考验主持人啊，铺垫铜片，这个真是，铺垫东西，有人这东西能好吗？铺垫铜片，哎，去养笨大地去，笨大地。本巴比是谁呀、啊？错，是去氧苯巴比妥片。就是我说的妥片，去氧苯巴比妥片。麦苏林，笨妥英的。好。二哥疯了，瞎了，难以继续下去的一道题。哎，大家有难以二哥，大家如果对这道题很好奇的话，我们稍后会在视频网站上公布这个文字版的这道题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哎，你别说啊，现在药名都已经改成这个学名了，所以你去医院看药的话，有可能医生不会跟你说，对，你得说其他的名字，就是这个。不能说医生给我个感冒药，得说医生给我个去氯巴比妥片。这怎么还有二饼啊？是先把二饼他妹是吧？二饼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花儿乐队最后一位，最后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鼓那个贝斯手郭亮。这一位的声音听上去比较着调，比较着调。所以我已经感冒发烧同步七天了，那是寄养笨大的。那第四个绕口令就是：地方尾麻黄碱口服液，板蓝根，单氧化酶，金霉素眼药膏，多简单，好，一气呵成，这是四位花骨朵当中唯一一位得到掌声的。